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已经好耐好耐冇嚟香港开演唱会啦！所以我估咧，你哋普通话应该都系退步咗，系咪？因为我哋广东话已经退步咗，但系唔紧要嘅，唔使紧白呃你。今天之後，我就進步。剛才太激動，這個把頭髮撥一撥，不然你們看不到我。今天呢，我的真的很感謝每一位朋友來參與這個演出。你們知道爱豆演唱会团队的导演组本身就是香港的团队，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香港，就好像回到主场的感觉。我们知道，希望今天可以带给大家你们心目中觉得最好看的那一种演唱会。希望今天晚上。而且今天晚上很特别的是，我的爸爸妈妈也有来。佢哋系听唔明广东话嘅，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，唔知点讲 ，excuse 借口系咪？系啊，我可以讲多啲普通话啊。但今天。这个 idol 演唱会呢，经过了一些时间的停止，我想我们在座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，有一天地球村好像突然要我们停下来。不晓得在这个当中，大家有没有经历一些挑战，或是一些学习呢？我有，所以我想要借我这个演唱会带给大家。我希望这是一场可以跟你们一起开心。一齊喊的演唱會，今天晚上大家，我們要一起哭，一起笑。It's time to wake up。雨水不够，干嘛要人装修？奇怪，需要想。
脸还